的身体为此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加大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恶难当知慈湛黑针入急流水望入田径流急不见黑湿无流绕飞响缘宁受往喜恶难你应该知道此战非真这个前边呢这个战不摇中啊这个战不是真的入急流水啊怎么说它不是真的呢就好像那个急流水在那个水流望入田径你看着它好像啊那么没有波浪似的没有流可是啊流急不见呢它那个水流啊因为没有波浪它流你也看不见这个水流非是无流不是啊没有流它是啊流你看不见啊它这种流没有波浪而已这个时啊啊和这个行隐前边呢是行隐呢、啊、现在是时隐这个时隐呢、啊、里边啊绕飞响缘这个假设要不是妄想的话宁受妄喜要没有妄想他就不会受这个妄的习气来熏他了悲如六根互用开合此之妄想无时得灭如果呀、啊、不是到你这个六根能以呀、啊、有互用开合这种境界六根互用的这种的程度此之妄想啊这个妄想啊无时得灭没有时候啊它可以灭了除非你到这个六根互用这个境界上这个妄想啊也就消灭了不如现在见闻觉知中串袭击在战寮内王相虚无第五颠倒微细惊响故如现在所以呀、啊、你这个现在见闻觉知你这个见闻觉知中串袭击你这个六根见闻嗅尝脚趾啊这种的知脚性啊中穿袭击你这个这种知脚性里边呢中间呢穿合着啊穿起来一样就好像啊用声穿起来一样袭击呀、啊、袭这个袭气的击击是啊击尾最微细的这个地方击尾就是你不容易觉察得到不容易看得见的啊在湛寮内啊就在你这个湛寮这种性内妄相虚无啊妄你说它有吗它又没有相你说它没有吗它又有啊这种虚无缥缈的这种情形这是就是第五种的颠倒微细惊响这个微细啊不容易觉察得到的这个微细的境界惊响
这种想啊，这种妄想也是很气的，也是很不容易觉察到的。若难是无受因，无妄想成。若难呢，这五种的因，这个五种的受因，五种的受因呢，就是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五种的因呢，你都有领受的这种的情形，所以呀，五种的妄想也就发生出来了。如今欲知因界前身，为色欲空，是色边际；为处机离，是受边际；为寂于妄，是想边际；为灭于生，是行边际；战入何战，归时边际。如今欲知，你现在呀，想知道这个无因这种妄想啊，因界前身，它每一个因呢，它的界限前呢是身，怎么样子？它的边际在什么地方？我现在告诉你，为色欲空，为这个色而对空，是色边际，这个就是色的边际；为处机离，是受的边际，这个处尘和这个受，和这个受因，这是就是受的边际；为寂于妄，你这个寂啊和这个妄啊，这是想的边际；为灭于生，是行的边际；战入何战，你清净又和这个清净，这就是归这个八识的这个边际。此五因缘重叠升起，生因实有，灭从色处。这个五种的因呢，这个五因的这个根本重叠升起，它呀重复而重复的这个叠升啊，生了又生，这种呢互相啊循环，互相啊帮助啊。那么这个生啊，就因为啊这个识它有的；灭呢，就从色处。怎么会灭呢？因为有色呀，它要灭色，哎，它就归空。这所以灭这个生就由识生出来的，灭就由这个行色而灭。离在顿悟，乘悟并消，是非顿除，因次第尽。理，在理上来讲啊，这个道理啊，顿悟你可明白了。可是啊，乘悟并消，乘啊，就是啊这种的乘除的方法啊，你悟啊，悟了这个乘悟并消，也没有这个乘了，也没有悟了，这个你把这个理要明白了，理在顿悟啊，乘悟并消啊，你要明白这个理了，把这个道理明白了，那么你就连这个悟啊都消了，是非顿除啊。在这个事相上，在理上讲啊，你是悟了；在事上讲啊，你还要啊因次第进，你要啊好像脱衣服似的，脱衣服啊，脱了第一层又到第二层，第二层然后脱第三层，第三层第四层第五层，这样你在这个事项上啊要由次第而进，
次第没有，这个理是你明白了，你明白这个理，但是你还没有修呢，还要修才能呢，把这个音五音都破了。我以是汝皆波金解，何所不明？在此询问。我呀，以前已经啊告诉过你，皆波金解，我用那个金呢解了六解，何所不明？你怎么还不明白呢？现在你还不明白，在此询问。你还来又这么向我多问又这么啰啰嗦嗦的。如应将此妄想根源心得开通，传世将来末法之中诸修行者，令是虚妄深厌自生，只有涅槃不恋三界。如应讲此，恶难呢，你应该讲这种的妄想根源。这个妄想啊生出来的，它的这个来源，根本的来源，心得开通了，令呢一切的众生都明白这个道理，开通了悟这个道理，传世将来，你再把这个道理传给他那个末法时的时候，将来末法之中诸修行者，这一切的修道的人，令时虚妄，令他们也都知道这个虚妄的妄想深厌自生，他这个自己生出这种妄想这种呢他很明白了，很明白，很了悟，知道这种的来源和他的脉络，成一种厌恶的心，知有涅槃，令一切的众生知道有涅槃可证，不恋三界，不留恋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个三界之中不留恋呢这个三界火宅了这三界火宅，三界无安犹如火宅莲池大师出家，莲池大师是中国很有名的一个法师，他出家了，出家总想回家看看他太太，左一次右一次看了很多次，那么他太太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一想这个自己的丈夫出家也不修行，还有这一种情爱放不下回到家里来，这个不是一个好办法，于是乎他就在进门的那个地方挖了一个坑，挖了一个坑上边呢用这个席子之类又遮上了，里头放的什么呢上面遮上，这个坑里边就放上一些个火。那么莲池大师有一次又回来了，回来一迈步就掉这个火坑里了，说你这怎么弄个火坑呢？他太太说，你知道是火坑，为什么你还回来这一句话他开悟了，以后再也不回来，这也就表示三界无安犹如火宅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界都不是安乐的地方，所以就好像火宅那么样子。席子就是中国人睡觉有一张席子，就是一个这么坑把地挖的窟窿，
不是小窟窿，大约可以掉下去一个人。恶难，绕佛有人，遍满十方，所有虚空，应满七宝，持以奉上。微臣诸佛，诚实供养，心无虚度，于意云何？世人以此思佛因缘，得福多少？恶难，绕佛有人，假设有这么一个人，遍满十方所有虚空，充满了十方世界所有的虚空，应满七宝。这个虚空里啊，装满了七宝，就金银琉璃玻璃车具持珠玛瑙，这个七种的宝物，持以奉上，拿着它来呀、奉上微尘诸佛，供养啊无量无边有微尘那么多的佛，诚是供养，又叩头又礼拜又供养，心无虚度。这个心呢，没有一时一刻把它空过了，空过了。于意云何？你在你的意思里怎么样啊？世人以此思佛。这个人呢，用这么多的七宝来思佛因缘，供养佛，把他这个七宝都布施给佛了，这种因缘得福多少？他所得的福报多不多？啊，多不多？你讲了。恶难答言：虚空无尽珍宝无边，稀有众生思破七千。舍身游怀转轮王位，况佛现前虚空寂穷，佛度充满皆似珍宝，穷劫思矣，尚不能及，是福云何更有边际？恶难答复佛这个问，就说了，是虚空是无尽的，没有穷尽的，珍宝是无边的，稀有众生啊，以前有一个众生思佛七千，就啊布施佛呀、七个千，舍身游怀，等在他死后了，尚且得到这个转轮王位，转轮圣王。这转轮圣王啊，就他有一千个儿子，那有几多个太太呢？那没有讲。总而言之，有一千个儿子是。这个转轮圣王啊，他有大威德，他有这一种啊车呀、在一个时辰里头可以呀、周游这个四大部洲，比这现在火箭大家都还快的。他有这种宝物，况佛现前，那么他布施给佛七个钱。他都得到转轮圣王这么大的果位啊，况佛现前，况佛啊，他这个现生啊，虚空即穷，在虚空他也穷尽了，佛度充满，所有的佛的果度啊都充满了，皆是珍宝，他呀不止七个钱的，进虚空变法界这么多的七宝，穷劫思意，尚不能及，在这种的功德呀，就是穷尽无量的劫数啊，也不可思议，那么多的劫数尚不能及，也是算不过来呀，算不出来他这个福德，算不尽他这个福德啊，是福云何更有边际？这个福你怎么可以说它再有一种边际呢？它没有边际的。佛告恶难，诸佛如来于物虚妄，绕佛有人身具四众，是波罗夷。
瞬息寂静，四方他方恶鼻地狱，乃至穷尽十方无间，每不经历。佛告恶难：啊，说诸佛如来语无虚妄啊，诸佛呀、啊、不打妄语，不撒谎的，不讲假话的。要敷有人，假设要有人身具四众，这个身具四众，四众就是什么呢？就杀盗淫妄，这叫四众，四众罪。在这个楞严经上，这叫四种清净明悔，在前面你们都听过了，就这叫四众，这叫四众。十波罗夷，十种啊，波罗夷就是你受这个菩萨戒，那不有十种吗？就是那十种啊。犯波罗夷啊，就是气撇弃到佛法大海之外啊，不通忏悔的这十种罪。这十种罪啊，就是你想明白就看看那个受菩萨戒那个十众，前面那个十众就是十种波罗夷罪。瞬息寂静，这么一眨眼呢就经过了，经过什么呢？此方他方恶鼻地狱啊，经过这一方又他一方这恶鼻的地狱，乃至穷尽十方无间，乃至于到十方国度这个无间的地狱啊，没不经历。没不经历啊，就是任何的地方地狱他都游遍了，他都受遍了这个罪了，这叫没不经历。能以一念讲此法门，于末劫中开示未消，世人罪障应念消灭，便其所受地狱苦因，成安乐国。能以一念，你呀、啊，能以呀、啊、一念这么短暂的时间，讲此法门，讲这个楞严大定啊，这个法门。于末劫中，在这个末法的时代，这个时候开示未消啊，开示啊没有消过佛法，这些个人世人罪障应念消灭，你能以一念的时间这么短将这个楞严经这个法门啊，开示啊那个没有消过佛法的这些个人，这个人的罪业应念消灭，就是啊你应你的念呢就消灭了，就是很短的时间呢罪业就消灭了。便其所受，便他呀、啊、所受这个地狱的苦因，成安乐果，变成啊就是他地狱的苦因呢也变成安乐果了，不会啊再有痛苦了。得福超越前之斯人百倍千倍千万亿倍，入世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得福超越这个呀、啊，讲楞严经这个人他所得的福报啊，超越前之斯人，就是啊以前用这个尽虚空变法界这个七宝布施给啊微尘数的如来诸佛啊供养成事啊，可是啊你能以讲楞严经能以啊给人说给这个不懂佛法的人说这种的法门，你所得的福报啊就超越过这个人呢百倍千倍万倍千万亿倍入世乃至啊，像这样子重起来啊，乃至算数啊和这个譬喻所不能及，也算不出来究竟是多少啊，没有法子算得出来。
若男绕游众生能诵此经能持此咒入我广说穷劫不尽依我教言入教行道直成菩提无苦魔耶。若男，将来呀，要有这个众生能读诵这个楞严经，能持诵这个楞严咒。如我广说呀，假设我要是广说呀，详详细细的说，穷劫不尽呢，说多少个大劫也说不完这种好处啊！依我教言呢，你们各位啊，要依照我所教回你们的这个话入教行道啊，照着这个方法去修行啊，直成菩提，你直接就可以成就这个无上的菩提脚果，无复魔业，不会再有一切的魔业啊。佛说此经已，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一切世间天人恶修罗，记住他方菩萨二乘圣仙童子，并初发心大力鬼神皆大欢喜坐礼而去。佛呀，说完了这个经啊，佛说此经已，比丘，这一切的大比丘，比丘尼，比丘尼就是女的出家人，你们大家都明白了啊。啊，优婆塞，优婆塞就是男居士啊，是梵语，翻译过来就是近视男。近视男呢，就是近视啊，佛的男人。优婆夷呢，就是近视女，啊，一切世间，所有一切的世间，天上的天人，人间的人和这个恶修罗，你们也都认识了，他是脾气最大，好打架，啊，这个说他那个狗是恶修罗，啊，回头他那个人也是个恶修罗，啊。我相信听过楞严经就会变菩萨了，嗯，不会再有这个恶修罗的气了，嗯，记住他方，你看这菩萨就来了，他方的菩萨，二乘的圣仙童子，圣啊，就是二乘的圣人，声闻缘觉，童子啊。就是通真入道的，并初发心大力鬼神，这个最大力的鬼神啊，方才发心，皆大欢喜，一起都高兴了，坐礼而去啊。这个现在我们听完了这个经，无论是谁啊，是天上的人，人间的人，是恶修罗啊，是地狱恶鬼畜生，无论哪一类的众生，都要发菩萨心了，都要行菩萨道了，都要做一个菩萨啊！不要再去啊，做那一些个其他的那个因的众生，要做种这个佛因，种菩萨因，结菩萨果啊！这是啊。解佛果，将来是成佛的。咱们这个所有一切众生，释迦牟尼佛早就给我们授记了，说是啊，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你就不要说念多了，就说南无佛啊。将来呀、啊，我不论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一定会成佛的。咱们现在听了这个楞严经啊，你明白很多的佛法。这个功德不可思议，所以说啊，你就用七宝满十方的虚空啊，那个功德都没有啊，这个你讲楞严经这个功德大啊。
这个所以呀、啊、咱们这次把这个楞严经也讲完了，你们苦啊也都了了，我的苦也没有了啊，为什么呢、不必这么辛苦了。那么将来啊去行菩萨道，或者那时候还有苦，有苦不过你自己愿意受了，不是啊人家勉强叫你受的了，那时候你自己呀、啊、就愿意去接受这种的问题了。那么在这个法会讲圆满之后要休息两个礼拜，休息两个礼拜呢，之后再继续讲这个普门品，这观音菩提萨法这个伯父德也就快来了，9月19，今天是8月初一，中国的阴历是8月初一，那么还有1个月零19天，那么就是观音诞了。那么观音诞讲这个普门品，就是《法华经》的第24品，英文第24品，中文呢是第25品。因为那个翻译那个《法华经》呢，有一品它没有翻译，所以呢讲普门品。普门品讲完了，如果有人听啊，有人真心想要听啊，可以啊讲《法华经》。那么这个过了2个礼拜之后呢，我讲普门品。在这2个礼拜期间呢，无论是谁呀、啊、想要来到这个佛堂来研究佛法，还可以照常来。那么在这儿也可以和果前来互相研究，愿意学佛法随时都可以来的。我回者还有一些事情没办的，要处理处理这个事情。在过2个礼拜之后啊，我想啊叫这个国弟也辛苦辛苦，给大家研究点佛法。不过现在还没有决定研究什么，国普呢也发菩萨心，给大家再把这个楞严经再往深了研究一层，因为他会中文呢，他都懂。中文既然懂，把中文的意思翻译成英文，这是也很难的一件事，也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因为他明白了就很容易，他要不明白就很难的。所以呢，发菩萨心，行行菩萨道。我希望啊，咱们听过这个楞严经之后，每一个人都发菩萨心，无论是什么。是天上的人，现在我再说一遍，人间的人是恶修罗和地狱恶鬼畜生，都要发觉悟的心，不要再迷了。觉者就是佛，迷者就是众生。咱们现在啊都希望赶快一点觉悟。这个光阴呢是过得非常快，在不知不觉啊把这个暑假的时间呢就过去了。在中国孔子说过，说这个人生啊就好像这个流水似的，川流不息，过去时光就不会再回来。又有的人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说这个一寸呢，一寸的光阴呢就好像一寸的黄金那么样宝贵，可是这黄金呢你要丢了还可以啊想法子再把它找回来，这光阴过去了就没有法子啊再把它找回来了。由这样看来呀，这光阴呢比黄金更贵重。所以在佛教里说，
一寸失光就是一寸的命光。这个时光已经过去了，这个命光也就少一点，所以才说时光减出命光微，时光呢减少了，命光呢也就少一点。所以呢我们对这个时间呢一定要看重了，不要把它随随便便的就放过去。在我们这个暑假的时间，由早晨6点钟就开始，或者打坐，或者研究这个佛经，由早晨到晚间9点钟这个时间，每一个人呢都很认真去用功修行。我相信在这个期间比这个黄金呢更贵重，比这个钻石也更有价值，所以能以呀闻熏闻修，我们大家在一起，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头，这个时间可以说是最宝贵最有价值的一个时间。可惜这个时间不太长，我们转眼之间就过去了，过去了，可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学的这个佛法，在每一个人的脑筋里头，在每一个人的80田中，在那个80田里边，都种下去一个宝贵的金刚种子，金刚的种子。那么这个种子种下去了，等到将来呀，一定会结这个金刚不坏的这个果。金刚不坏的果就是佛果，就是成佛。那么在什么时候成呢？这就看俺们每一个人自己的经云灌溉。这个种子种下去了，但是好像种田似的，种到地里头，你必须要啊，也要给它灌一点水，除一除它这个草，把这个地呀，经的喧腾起来。那么你把这个地的草除去，就是怎么样子呢？怎么样叫除这个草呢？就每一个人呢要时时刻刻防微杜渐。怎么叫防微呢？防微啊就是防备的，防备预防这个微细处。我们的心念呢不要打妄想，不要令它生很多杂念，不要有妄想，不要有杂念，这叫防微杜渐。防就是防备啊，防备着这个很微细的这个念头升起来，杜渐啊，杜绝这一切的这个妄想，杜渐杜绝，杜绝把它没有了这个妄想啊。这是啊每一天这样的用功，每一天这样去修行栽培灌溉，好像种田，我灌一点水，我再把这个地收拾，没有草那么一天一天的，你这个金刚种子种到地里去，就生这个菩提芽，菩提芽生这个菩提的这个芽，那个菩提树生出来了，这个菩提芽生出来了。
牙就是牙齿的牙，用这个草字头啊，那个牙，菩提牙生出来，将来就结这个菩提果。可是你要保护这个菩提牙，保护这个菩提果，你不要啊，啊，也不管它了，也不灌水，也不去栽培它，嗯，它就会枯槁，会干。啊，你能以啊灌溉，什么叫灌溉？你就天天呢学习佛法，用这个佛法的法水呀、啊、来灌溉这个菩提牙。你这样子呢，久而久之，你这个金刚的果也就会成就。如果你过去这个时间就不继续着理它，啊。这个金刚的种子种下去，是种下去，它也不容易生出来。你必须要啊，好好的保护着你这个金刚的种子，不要再做以前所欢喜做的事情。要常常啊，把自己呀、啊，就是要守规矩，啊，循规蹈矩，要守规矩。不要再像以前呢那么样子不守规矩啊，做一些不守规矩的事情。那么你守规矩，这就合佛法；不守规矩就不合佛法。所以呀、啊，我们做人呢，一定要循规蹈矩，要依照规矩去做去，不要太放逸了，不要太浪漫了。这是啊，我对于每一个人的希望都是这样。在这个暑假的期间呢，讲这个楞严经，这一定呢，所谓一粒耳根，永为道种。经这个耳朵一听这个经典的道理，永远呢，在你八十田里边呢，有这一种呢菩提的种子。那么今天你们很幸运，今天恭喜你们各位，在这个三个多月的期间，已经啊圆满了你们的学业。你们的学业圆满了，可是你们这个工作要开始。什么工作呢？啊，要去啊，把这个世界整个人类的痛苦要解除了。因为人类的痛苦必须要有人呢帮忙他，然后啊这个痛苦才能解除。这个人类的痛苦不是啊，单单某一个国家有痛苦，是整个世界的人类都有。那么整个人类都有痛苦啊，必须要啊，有大智慧的人来啊，提醒每一个人的这种痛苦，然后啊，他才能知道啊，寻求一种的快乐。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最大的痛苦就是人类啊，有一种贪心，有贪心，这是最苦恼的一件事；有嗔心也是最苦恼的一件事；有痴心也是最苦恼的一件事。那么，这个贪嗔痴啊，这是三种的毒药。这三种的毒药，每一个人呢，都认为他是啊最好的朋友，所以呀、啊，和他就不脱离关系。为什么他不脱离关系？就因为他没有明白。要明白了，那么人类的痛苦。那么这一次啊，这个楞严讲习法会由7月16号开始，每天有早晨6点钟
到晚间九点钟，这个不停的来修行，不停的来学习，那么这三个多月的时间是非常宝贵，可是现在这个宝贵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你们宝贵的小业小到你们身上去，你们把这个所学的佛法啊，去告诉整个世干的人，令整个世干的人的离苦得乐，那么得到真正的大智大慧啊，不要再去做一些个愚痴的事情，不要再去做一些个对人类无益的事情。那么这一次啊，可以说是在整个世界上啊，佛教的一个第一次，所谓空前未有，在从来就没有的，因为这个讲经的时间是很多，不过都没有这样的一天到晚不休息的这样去做。你们现在把所学的这些个佛教的道理用它来呀，去成就整个呀世界上啊，在这苦海里边的人，令他们统统都离苦得乐，早成佛道，这是我所希望的。我明天晚间呢，是要先由聪明的人问起，那么那个不聪明的人呢，就知道了。所以啊，明天你们谁聪明的人，一定要答复我这个问题。你们觉得哪一个是聪明的，就要预备好了；你要是不是聪明的，就不要预备，也忘了它。但是哪个是聪明的，哪个不是聪明，我明天会提出来名字问，不是啊，就那么问。如果愚痴的人明天能答复出来，也算也就算你聪明了。所以啊，愚痴的人也有一个机会给你叫你聪明。开法不传的题，咱们现在呀，开始讲一讲《楞严经》的道理。你印那个楞严经的时候，要把那个法灭尽经那个果真翻译那个要印到每一本上，每一本上都印上，那个很短的嘛，那印上的。在佛教里边有很多的经非常重要，但是最重要的经典就是楞严。有楞严经的地方就是正法注释，楞严经没有了，这就是末法现前了。所以啊，每一个佛教徒必须要拿出我们的力量，拿出我们的血来，拿出我们的汗来，来拥护这一部《楞严经》。在《法灭尽经》上说得清清楚楚，末法时代，《楞严经》先灭，那么其余的经典跟着就灭了。如果楞严经不灭，那么正法时代就现前。因为这个，我们佛教徒必须要啊，以这个生命来护持楞严经，
以俺们的血俺们的汗来护持楞严经，以俺们的志愿来护持楞严经，令楞严经发扬光大，流通到每一个角落去，流通到每一粒微尘里边去，流通到尽虚空遍法界里边去。如果能这样子，这就是正法大放光明一个时候。为什么楞严经它会灭呢？就因为它是太真了。楞严经是佛的真身，楞严经是佛的舍利，楞严经就是佛的真正的塔庙。所以楞严经这样真，这个一切的魔王就用出种种的方法来毁灭楞严经。首先他就造谣啊，说是楞严经是假的。为什么他说楞严经是假的？就因为楞严经所说的太真了，尤其四种清净明慧，二十五圣各说圆通，这五十种阴魔的境界，这都是啊旁门外道妖魔鬼怪所受不了的。所以有一些个无知的人就说楞严经是伪造的，楞严经所说的道理是既正确又合理，妖魔鬼怪旁门左道都无所遁形，一般无知的人，尤其无知的学者，无知的这些个吃粪的教授，他妄彻圣言，在他一知半解的这种糊糊涂涂的没有什么学识，没有真正的智慧，所以就妄加批评。俺们小佛法的人要深深知道这种的关系，所以俺们到处要提倡楞严经，俺们到处要宣讲楞严经，俺们到处要为人呢解说这个楞严经。为什么呢？俺们就令这个正法久住。于是那么楞严经如果是假的，我愿意给大家来做保证。如果楞严经是真的，这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楞严经是假的，我愿意永远永远的吧堕地狱去啊！因为我不认识佛法，以假当真了。如果楞严经是真的，那么我就生生世世都发愿要弘扬这个楞严大法，随时随地我要弘扬楞严的真理。那么这一点各位应该注意，楞严经要不是啊佛所说的，那任何人也说不出来的啊，任何人也说不出来正楞严经的。
所以啊，这一些无知的人妄加批评，希望赶快的醒悟，不要再造拔舌地狱的这种的苦因。无论哪一个学者，哪一个国家的小佛法的人，赶快要痛改前非，自己知错能改，善莫大焉。那么我对于所看见楞严经的人，所听见楞严经的人所研究楞严经的人，那么很快都早成佛道。1995年6月，宣公上人入涅槃。涂皮之后，骨灰以热气球承载升空，遍洒在万佛圣城的上空。正如宣公上人生前所说的，我从虚空来，回到虚空去，在世上我不要留什么痕迹。宣公上人的弟子们在涂皮之后，捡出上人的舍利子和舍利花，总共上万颗，其中有许多舍利子凝结在骨头上，晶莹光泽，一如翡翠玉石，十分的稀有难得。尤其是牙齿舍利，宣公上人的弟子说，上人一生讲经说法数万会，难怪牙齿也烧出舍利。宣公上人的舍利分成多份，分别供在各个分支道场，留给弟子们无限的追思。宣公上人留下的言教包括数十部大圣经典的浅释和许多不同主题的开示，而上人留下的身教则是他老人家一生历尽艰辛，建立僧团，广建道场，翻译佛经，兴办教育，推动宗教交流，将自己的功德福报广泛分享给众生，更愿意带众生受一切的苦难。唯一的条件就是请大家布施出自己的无明和脾气。宣公上人如是说，我是一只小蚂蚁，甘愿走在一切佛教徒的脚底下。我是一条道路，愿所有的众生走在我身上，从凡夫地直达佛地。宣公上人的十八大愿是：第一，愿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菩萨等，若有一未成佛时，我誓不取正觉。二，愿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缘觉等，若有一未成佛时，我誓不取正觉。三，愿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声闻等，若有一未成佛时，我誓不取正觉。四，愿三界诸天人等，若有一未成佛时，我誓不取正觉。五，愿十方世界一切人等，若有一未成佛时，我誓不取正觉。六，愿天人一切阿修罗等，若有一未成佛时，我誓不取正觉。七，愿一切畜生界等，若有一未成佛时，我誓不取正觉。八，愿一切恶鬼界等，若有一未成佛时，我誓不取正觉。九，愿一切地狱界等，若有一未成佛或地狱不空时，我誓不取正觉。十，愿凡是三界诸天仙人、阿修罗、飞前动植、灵界龙畜、鬼神等众曾经皈依我者，若有一未成佛时，我誓不取正觉。十一，
愿将我所应享受一切福乐悉皆回向普施法界众生。十二，愿将法界众生所有一切苦难悉皆与我一人代受。十三，愿分灵无数普入一切不信佛法众生心，令其改恶向善，悔过自新，皈依三宝，就近作佛。十四，愿一切众生见我面，乃至闻我名，悉发菩提心，速得成佛道。十五，愿恪遵佛制，实行日中一时。十六，愿觉诸有情，普摄群机。十七，愿此生即得五眼六通，飞行自在。十八，愿一切求愿必获满足。